你们接下来要服务妈妈。我不想给他们两个服务，我觉得两个很恐怖。哦，我的头好痒哦，好像玩什么？不要不要用妈妈的头。不是，我在帮妈妈按摩头皮，很舒服吗？不，好冰啊！我要怎么专心？怎么专心的？恩恩老师上课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恩爸。大家好，我是恩恩。我们今天呢要来拍一个主题，叫做宠孕妇的一天。恩恩，嗯，你有没有发现妈妈最近很辛苦？对呀、啊，就是妈妈的肚子越来越大，导致她最近我肚子也越来越大了。你是吃太多了吧？就是恩妈最近呢，因为肚子越来越大，所以常容易腰酸背痛，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让妈妈开心一整天、哦。我们准备了这个。我们准备了这种兑换券，是可以让妈妈使用的。像这一张就是美食券，然后呢后面写可以领到日式便当一份。上面写恩恩专用。没有，上面明明就是写孕妇专用，这个叫做使换券。使换券。使换券就是可以用兑奖机呢召唤恩爸帮他做事情。召唤物。也可以叫你们两个做事，因为你们两个是小帮手。那我们就把这些卷送给恩妈，看她要怎么使用。有吧？好，恩恩出发。妈妈啊，这个是我送你的礼物。不是，那是孕妇专用的，不是宝宝专用的。给你吧。这么好，为什么安安用礼物？没有，上面明就写孕妇专用。妈，说什么？使换卷。奖机无限召唤，对，所以召唤可以做什么？都可以啊，然后可以帮你做任何事情都可以。真的吗？对，今天有次数吗？有，没有次数，但是就今天。哎，我家很乱，去收，叫人去收。真的吗？哥哥放孕妇等一下，我就是弯不太下去啊。对，我可以加一卷，加四卷，今日。不弯腰捡玩具，美容院，面膜服务加眼部放松，按摩券，泡脚加下午茶一份。哇，怎么那么棒？所以你今天可以决定你要使用的顺序。那我当然先用这个啊，使换券啊。对。所以我要怎样做？你就是用你的手表，然后打开对讲机就可以。所以做什么都可以。可以。真的吗？对。我要喝水。好，收到。回来啦。哎，这么好。对。他们是我干的这些人。哦，好厉害啊！所以只有今天。无限召唤券只有今天，没关系啊，你想用几天都没关系，跟你开玩笑的。我要再来做什么事？老公帮我收衣服，谢谢。等一下，你要说什么？老公帮我做完事。爸爸说这只有孕妇可以用，你叫你哥哥收完。爸爸，我想收。一如山的衣服。所以你们今天是两个人分工合作吗？对。这么棒，我们的安安也在后面玩。做什么？我们家的三个男生正在努力的做家事呢。哎，小男生去帮忙做家事，救命！阿姐把门关起来。哎，你很快，你怎么可以把门上锁去打开？你去开门，不可以把妈妈锁在外面。我没有去拿洗完衣服，然后我就开门，然后我就不锁门了。所以什么时候会开门？还没有。他说你们乖乖洗衣服，他就会开门的。所以意思是你以后不乖，弟姐帮你锁阳台，你要小心。有人在外面喊老公帮我收玩具。好，所以你是老公是吗？不是，你要去帮忙收玩具了。安安，谁是老公？是啊，他说你是他老公。好啦，恩妈还蛮开心的，我觉得恩爸很用心，就是还准备这个可爱的小惊喜，觉得好感动哦。所以我今天呢就可以开心的使唤恩爸。其实平常恩爸呢就会帮忙做家事了，这时候恩妈不太会去叫恩爸说，哎，帮我倒水啊，帮我捡玩具。好，家
静静，来开始收玩具吧。哎，不要这么激动。我收起来。好，那边还有彩色瓶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对，赶快收一收，因为我喊得很顺。对。那个桌上呢，有蓝色跟绿色杯子，还有个红色杯子，全部收去洗手台。弟弟要给你杯子，对，好，收去洗手台，谢谢，谢谢哥哥。我们来看一下小朋友们收的状况，我们家地板终于收干净了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但相对呢，我们家的柜子也变乱了。我们现在呢肚子饿了，所以我们要使出这个使唤券。恩爸，我肚子饿了。恩爸，我肚子饿了。糟糕，你要吃什么？我现在马上弄。再一次。好。豆铺子的翠玉抓饼，然后这个是苦茶夫人的红枣佛宝茶。这翠玉抓饼它里面有一个海草的甜味，嗯，很香，很香，很对。看看我们这两个券哎，美容券跟按摩券，来选抽一张。我们用这张美容券，那是什么？面膜服务加眼部放松。什么是眼部放松？用我们上次买的眼膜，真的加上面膜。好好，对，我要三人涂面膜。好，那我要用那个美容券。恩爸，你手上那件围裙是恩恩以前的围裙。对，我们现在要给恩恩穿，因为妈妈用了美容券，所以我现在要来帮妈妈做美容。你们都要帮妈妈抹面膜，所以请你们。那我呢？你也要。所以这是你们的工作围裙吗？不会绑太高吗？安爸，你的两个小助手很忙。他们现在玩打斗游戏。来，我们准备了。准备了水养机。为什么要水养机？这就是芳疗的一种，但是因为孕妇有很多精油不能用。对。所以我们只能用佛手柑。哦。对，可以让孕妇放轻松。哦，所以你要滴香香给我闻。你们接下来要服务妈妈。我不想给他们两个服务，我觉得两个很恐怖。恩妈已经卸好妆了。嗯，对，我准备好了。我们现在要来服务妈妈。这个是佛手柑精油。我觉得恩爸好辛苦，感觉今天恩爸是幼儿园。好，我们恩爸穿围裙好可爱呀、哦。你的小助手也很忙。小助手来，接下来我们要来帮妈妈敷面膜。你的小助手叫爸妈过去。这是你今天要用的眼膜跟面膜，这是Lush的，这一款叫做柠檬亮彩面膜，然后它的成分呢就是柠檬汁啊、糖浆跟碎白米还有软豆腐，感觉很好吃。然后这个是眼膜，小黄瓜眼膜，来，耶，好棒哦，躺平了。要多什么？歪小指，然后这样。哦，好冰哦！轻轻的。对，轻轻的。我要试试看。好冰哦！来喽！我的头好痒。不要玩什么？不要用妈妈的头。不是，我在帮妈妈按摩头皮。妈妈可能这样太刺激了，不行。哎、欸，好好玩哦。这算什么？蓝绿色的，蒂芬尼色的，蛮舒服吗？哦，好冰啊！我要怎么专心？什么专心什么？专心，你要妈妈。安安其实很温暖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安安蛮棒。有人一直拿那个他们刮我的头。为什么是那么好笑？好了，我们出完了，我们现在要来帮恩妈上眼膜。这是小黄瓜做的凝胶眼膜，贴上去了。来，另一片来了，谁要帮妈妈贴？我。来，
帮忙贴吧。不能吃哦，他不能吃。不想吃什么？吃了妈妈就没有眼吗？蛮舒服的。刚刚妈妈变什么了？妈妈可爱。你害怕吗？你想要听我火车的音乐吗？听火车的音乐。他要放儿歌给你听。在肚子里就先听刷牙歌。怎么那么可爱？安安在帮妈妈拍照，还不错。这个服务孕妇非常的满意。对，好，那我去洗洗脸喽。好，我洗好了，皮肤有比较光滑。摸看吗？哎呦，真的还不错，水煮蛋鸡的感觉。嗯，爸，我每天都要，每天都要敷面膜。你后面要写个孕妇期间无限期使用。对，孕妇的。你要这个美食券，好，日式便当一份，没问题。真的吗？对，那我就先来做玉子烧。好。好，晚安。嗯，我已经煮好一盘配菜啦。对，因为是日式便当盒，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个精致的日式便当盒，我就交给恩恩来帮妈妈装盒吧。昨天我要来放饭。好，公主们完成了精致的日式餐盒，我们要送去给妈妈吃。安安上菜了。小小服务生，请慢用，这是你的晚餐。哇，日式便当定时，蒸蛋、味噌汤，然后绿茶。哇，这你们做的？对啊。好高级哦。对。所以你有得吃吗？有，我有员工餐。员工餐，我要吃吃看，太幸福了吧！我吃吃看，它是照烧鸡腿，照烧鸡腿，对，好，好吃哦，好好吃哦。那我的月子餐麻烦你了，月子餐，月子餐我们有请月嫂，嗯，好好吃哦，还有咖啡喝哎，对。那个叫洋甘菊香柚绿茶，喝起来会有一个柚子的香味，真的很好喝耶。对，是也是午茶夫人，好好喝哦。你还有几张券没有用？哦，我好像还剩最后一张。我还有这个孕妇专用按摩券，内容就是泡脚，还有下午茶，下午吃过了，换成晚安茶好了，宵夜舒眠。对，好哦，好哦。对，因为下午茶吃过了。所以按摩是按摩什么？你的脚晚上会水肿啊，所以就是泡脚啊。好开心哦！准备好了吗？对，现在要来做什么？我们要来泡脚。泡脚。这是折叠泡脚桶，这是沐浴盐。好。好，拿了一罐柠檬精油，帮你舒缓你脚的水肿。真的？对。那所以除了泡脚，我还有什么？还有按摩券，就是会帮你。稍微捏捏你的小腿，真的，快来！好，来，我们来帮忙装水，摆下去吧。好，满了。满了吗？好，走吧。满了耶！那你需要多什么？盐巴加进去。对。要再滴精油吗？对，我们要再滴柠檬精油。我们的小帮手今天蛮认真的。对，滴3-5滴。好。
好，可以的。他还二抽去滴了三滴。对。要帮我叔叔压吗？客人自己咬三滴，不要他。好可爱。我们来泡出鸭茶给妈妈喝。怎么办？好了，谢谢安安。然后来捏捏妈妈的脚，这样捏，好可爱哟、哦！捏对，捶捶捶捶捶捶，应该是宝宝按摩服务。吼吼吼吼吼！你还满意吗？很满意，我觉得他好可爱。好，脚放进去吧。好像又在。哇，好乖啊、哦！打工，宝宝拿了饼干过来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恩妈的朋友送的饼干，香港的珍妮曲奇聪明小熊。噔噔，哦，里面还有一个。哇，香耶！我可以吃一个吗？当然可以啊。他们有在上班啊，他只是在服务你而已啊。好，谢谢你，恩爸。啊，我觉得还蛮有那种做 SPA 的感觉。我觉得今天的老板跟小帮手都很棒，觉得这种主题可以多拍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。我们每周五、每周六的晚上8点更新影片，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喽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